一风堂，这是博多拉面，我伫福冈的时阵捌食过，啊，即晚来找来当家吃，在四十找到这一间。边仔一间叫做丸龟字面。以上这段影片是我伫东京池袋的时阵找到一风堂，啊，就赶紧入去吃。即马一风堂已经入来台北啊，不过我伫十几年前就捌伫即个福冈福科卡找到这间一风堂，过来遮就是拢我以前所翕的相片。那个时阵的一风堂，敢那安尼小小一间店面，不过生意真好，也嘛真好食。哦，啊台北的遮先进哦，啊排队用这种的哦，安尼试哦。安尼啊，话啊，我抽到的一定是1036号啊！哦，嗯，啊，这菜单甲日本人同款，啊，都白色、红色的，啊，甲迄个叫做腊肉的，总共三味。不过伫日本东京池袋咧食的时阵，我特别交代一件代志。这地狱啦哈，是小狱，不是小狗啊，不是鬼哦，哦，啊地狱呢，我以前去福冈的时候，我叫是讲的是小菜，拢叫地狱啦，因为你看来一半，一半拢是，这两间我真奇怪，你到底想玩？你是叫面要装啥话？加面要装啥？这是加面的意思。不过和日本的口味相相像，对咱台湾人来讲嘛是挡袂牢，所以我就爱加清汤，照常咸笃笃。